好，那接下来我要讲两个，就是有点可惜。接下来我要讲两个，就是有点可惜的，算是。接下来我要讲两个有点可惜的小缺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它为了长得漂亮，所以它的四周都是圆弧的形状，所以你如果放在桌子上，它很容易就是摔倒，就。就是雇了造型，但是实用性有点。就是雇了造型，但是它的实用性。就是有一个美丽的造型，但是它的，就是有一个美丽的造型，但是它的实用性稍微降低了一些些，有点可惜。第二个缺点就是它的所有的特效都是已经，第二个缺点就是它所有的特效都是固定颜色，所以你像是现在的红蓝警车特效，或者是有其他的，第二个缺点。第二个缺点就是它所有的特效全部都是颜色固定的，所以我不能说我想要特效，但是我想要有红色的颜色，这是没有办法办到的。就它所有的特效都是固定颜色，你只有可以调整速度跟亮度而已，颜色跟效果是没有办法深入的去调整的，有点可惜。